邀请到的是我们高雄议员的陈慧文，回来为我们颁奖。这次是我第二次来参加我们金甘蔗奖，希望我们金甘蔗能够越办越好，然后提供我们更多爱电影的爱好者更多的平台。现在首先要来颁的是最佳美术入围名单，影像自救会哥本哈根，玩耍电力公司来给您解，新墨色梦时代，来宣布得奖。我的右手边，玩耍电力公司来个连结，恭喜玩耍电力公司获得最佳美术奖。明显的感言是善于运用盘场的荒芜空间，与灯光、布景、道具相结合，营造出具说服力的科幻场景。很谢谢评审给我们这个奖，因为我们在这个美术的部分，我们也做了很多，想尽办法的呈现那个影片中的那个感觉。谢谢。